大家早安。那我们今天第二天的行程，现在在我们南港这边的码头，准备要搭我们的台马轮去我们下一个景点。那我们今天拭目以待我们的跳岛行程吧。第二天跳岛就是从南港抵达我们的东引。太酷了！我们居然坐台马轮两个小时的船班，又居然是这种上下铺可以在这里休息，好棒哦！第一次到台马轮，好惊艳啊！休息区空间还算是蛮隐秘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中华民国最靠北的疆土，我现在在中华民国最北边的领土叫做国之北疆。那其实中华民国它最北边并不是属于这一块地，然后我们最北边最北边的就是在那边的岛屿，那个是我们的领土，就到这边，再过去就是中国大陆的了。国之北疆。来，这个行程是要来看三山据点，这就是那个珍珠港的那个海军的那个水炮，结果它在维修中被拔掉，那我们就看风景吧。刚刚发现了一个超可爱的，我们在这边的垃圾桶居然是灯塔形状的啦，幸福的鳄鱼，边有一只沉静的鳄鱼在这边。东引游客中心，下班喽！妈祖必吃姜公饼，妈祖必吃老酒面线，再加酒，加老酒，哇！超香的，这里的金银花茶。我们要去安东坑道，哦，这里面有450阶的楼梯，小心哦。这坑道是直接往通往地底下的。我们刚从那边下来，现在要再继续下去。我们快下走完它这个楼梯了，450阶下坡，等一下上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我们到最下面了。这个坑道里面居然还有养猪的猪舍。以前的猪呢，他们就是养在这个地方。那养猪的地方，它一定必须要一个通风口，不然非常的臭。然后排泄物就是直接这样流到水里面去。这个就是他们大寝室，也就是他们睡觉的地方。那这里可以容纳一台的宾利，是他平常休息的地方，里面蛮大的，可是我们不能进去。接下来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坑道里面的洗手台，真的是传说中的战斗澡吧。他这边有教我们怎么讲福建话，有一个这个开启，你可以学学看他的福建话多少钱，叫做 no 拉件 no 拉件。所以凯奇，你以后来到福建的话，你就要讲，不是讲哇这一集，是讲 no 拉件。那其实沿着他这个坑道走出来之后，就会遇到我们的海边了。那我真的觉得这个建筑非常之了不起的一个原因，我觉得它从我们的陆地的那个平面这样一路挖挖挖下来，就挖到这边，它居然就是在我们那种很耸立的那种海边的那种岩石的中间一出来，全部就是这样对海了。以前的怎么可能可以找出这么大、这么深、这么长的一个洞？我真的觉得那个年代的来到这边当兵的那些伟大的老兵们，我真的觉得你们很厉害，怎么可能找得出来啊？哎，看这个洞这么大，这么深。我们要开始往上爬450阶才可以到出口了。最年轻的两个，第一个爬上来。我们史上最灵活的孕妇，她才3个月就要生了，然后她来跟我们走这么艰辛的行程，她就还好。接下来我们要到东引的一个景点，叫做一线天。一线天哎！先来到
东林的一线天，赞哦！它的一线天非常的特别，是它在两个石头中间就做了一个平台，可以直接在这边看到一线天的金头巨岩，这是其他地方比较少见的。那我们再下去看看吧。你的一线天好近啊！一线天之后，我们刚刚是这个楼梯这样子下来的。那跟大家讲一个秘密基地，就是你这样子要离开的时候，不用再走上去，我们再从这边的楼梯继续往下走，就可以到一个很漂亮的秘境哦。那我们走吧。下走这边还有一个洞，可以直接进去了。然后走过来这边，秘境啊，我们在一线天的正下面，超酷！刚刚我们就在这边。这秘境就可以直接看到一线天的惊涛骇浪。我们东引的最后一个景点就是要去看灯塔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准备就是要这样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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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到这个灯塔，听说来回要一个小时。1个小时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去灯塔啦。乐华村169号是东引岛灯塔的地址，那我们就继续往上走吧。这就是从灯塔半山看到的画面，美不胜收，但热的要死。好吧，那我们再继续往那个方向走吧。对吧？啊，热到需要撑伞了。哦，我们看到灯塔了。啊，耶！东引岛灯塔到了，超漂亮。我们的灯塔，那我今天学到了一个灯塔相关的小知识。大家以为灯塔它只伫立在我们的陆地上，然后它会有灯光引领着我们船只。那其实灯塔呢，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效果，就是你只要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有见到灯塔，那就代表这个地方的领域是我们的。有，现在时间是接近快6点半了，那我要去追夕阳，走吧。